那想要跟坤达，我跟坤达每天露营，就是看帅哥，心情多好多开心。阿晴，我疯的，我在旅游的，你不要搞得好像我们感情很好一样，我感情没有很好。我想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私底下没有事有求于我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会跟我联络，更不会找我的。我看一下，我跟婉婷上一次联络是什么时候？是我传简讯给你，跟你说我没有走心哦，完全没有，就在一起。Who cares？ 我不想跟我同桌，没有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已经成了定局。既然成定局，你就好好忍过这三天。好，那我们一摇就过了，快。两位小队长呢会闯关，然后呢去每个地点找到你们，去救援你们。救到你们的话呢，他就可以再前往到下一个地点，最快回到终点的那一队就获胜。现在六位呢，我们即刻出发前往这六个地点，然后等待他们的救援。他们在选地点的时候不会知道这个地点的人是谁，他不会带你，所以就是缘分咯。那就是如果是 Key 的歌的话，那就是代表我们有孽缘，不是？那就是达哥，达哥我就快超开心，期待坤达哥。对，因为坤达哥我好像只有跟他同一队，同队好像才一次而已吧，一次还两次。当然想要跟坤达，我跟坤达每天露营，就是看帅哥心情多好多开心。地宅新城，这很大哎，超大的啦！在哪？哎，是不是那个？哎，来啦！那边，我没看，我就知道是他。是在录音吗？疯的，我在旅游的，你不要搞得好像我们感情很好一样，我感情没有很好。现在都不，一切都不要想那么多。那要怎样？输的直接算荒郊野外。快点，给我拿着！我不要，我们任务，赢的五星级饭店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现在一定要好啦！我刚刚就猜就是你。我跟婉婷好了跟什么一样？平常都不用联络的，平常都不用联络的，对啊。路人快跟上，所以要怎样？等一下你们要排成一排，边跑步边唱《九条好汉在一排》，然后沿路经过看到路人，就说快跟上，九条好汉在一排，快跟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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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条好汉在一排，九条好汉在一排，快跟上，快跟上，九条好汉在一排，快点，九条好汉。快跟上！九条，九条，快跟上！九条，跳完一圈，唱完再一盘。九条好汉再一盘，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管他流血流汗，管他流血流汗。耶！分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、九。啦，因为其实我的内心我是想要坤达的。我想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私底下没有事有求于我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会跟我联络，更不会找我的、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我可以去解释，而且我刚刚解释过了。啊？通常有事求于你，或者有事打给你的时候，都是借着工作我才敢打给你。哎呀，宝贝，哇！我看一下，我跟婉婷上一次联络是什么时候？是我传简讯给你，跟你说。是吗？你自己看呢、啊。哦，对。女生记得好清楚哦，关于博上的事。对啊，真的有走心。当然记得很清楚，我没有走心哦，完全没有，就在一起。Who cares？有你可以上我家读书吗？就在旁边而已，谢谢。直接先直走，然后我帮你 Google。早上是不是在那国华街那边？因为我没有经过昆达的那边。昆达是哦。你现在想再到的是昆达？我假设我是三金花市的。没有。你再讲一次，你再讲一次。我最喜欢这个 Key 的，超爱 Key 的。我是爱三金花市。宪哥，嘿嘿，
狼你听好，嘿嘿，还不能回头，对不对？先不要回头，让他们猜。啊，听过去。啊，正后方。你们终于来了。正后方，不行。会是你？以前我认识夏雨桐都是在柬埔寨或者是什么东南亚的冈保利亚，对对对。等一下，你们为什么三个人跟我一对都是会说什么事？哎，没有，我选你哦。你选我吗？我选你哦。我走，好听啊。等一下，没有，你先玩完再走。打开来。寻根召集令。什么意思？台南的在地人，然后集满。超过155。大哥，你跟我们两个跟我们在那边喊一个口号就好了。好好不好意思，喊一声而已。谢谢拍谁哈？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大哥谢谢哦。好幸运。扣点扣点，来弟弟要合照，赶快快点，快点快点。好，妹妹妹妹来，一二三。OK， 好好好好。欸，我要把它顾着这里。大哥，大姐，我等一下喊一二三，然后我们一起喊说“我爱综艺玩很大”，好不好？好，按你们中间，一二三，我爱综艺玩很大，耶，成功！好，恭喜你们过关。现在呢，麻烦你们前往大园假日皇冠酒店，因为你们的队长是有勾引啦。啊，另外一队那个队长那个是干跳到不行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比他们早到，所以你们可以今晚可以住这边，后面有他们工作人员在这边。哎，里面有人哎，是他们吗？不是吧？来，一二三，欢迎光临。哎，谢谢。啊，感谢大家。见到了，我好烦。我们有冷气可以睡觉，很重要。虽然说你们不想跟我同课，没有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已经成了定局。既然成定局，你就好好的过这三天。好，我们再一摇就过了，快，一摇就过了。同，有中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。恭喜黄队获胜。